有时有啲标呢都唔需要讲太多嘢，都会自然吸引你去睇嘅。就正如呢一隻 Tudor 嘅 Black Shield， 黑色嘅陶瓷壳。但系最特别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呢个陶瓷壳呢係做咗瓦黑色，一个叫 Matte Finish， Matte Black， 係好夹嘅。呢个黑色如果係瓦身呢係特别，即係我睇唔睇到呢都睇到㗎啦。成个陶瓷係瓦黑色，係好靓。咁啊呢度有个位係应该係较日历㗎啦。咁啊个底盖就唔係陶瓷嘅，都係金属。咁啊，但系镀翻黑色啦，貫徹一貫嘅色調啦。咁個殼都係金屬，镀咗黑色啦。Frost Rider 嘅系列定價係點解會咁平嘅？37,000八，咁係咪標錯價？嗱，正正常常一隻陶瓷錶都，如果有牌子都應該係要3-4萬嘅啦。咁呢隻係有埋 Conno 添。是不是賽車用呢？其實是。在顏色上的配搭呢，它主要是黑色啦。但是呢你看到裡面的 index 和指針呢，和那個 logo 呢，是用了一種金金地色的。但是這隻金色呢就不是傳統一般好像是黃金啊玫瑰金那種金色，就是有一點偏泥黄卡其色的金色。咁其实呢就正正是配合返佢呢条带嘅。呢条咁特别嘅带就係呢隻咁嘅卡其色。亦都係少少大金金啡啦，我叫做。嗰啲秒针呢前面呢係红色嘅，咁啊令到反差更加大啦。咁里面三个 subdial 呢都係用返呢一隻我所讲嘅卡其金色。咁啊37,800的定价，一隻 Fast Rider Black Shield 瓦黑色的殼 Tudor。